家好，我是 Rain，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 Salta 这个品牌。Salta 钢琴就是来自1819年的，到现在其实已经有200年历史了，是百分百的德国制造。还有今次它是有首创的 Double Repetition 这个系统的，令到你更加可以容易地去发挥任何的作品。还有这台钢琴是用了最漂亮的枫木和云杉木去制造的，令到它音色更加圆润。它是全手工製造的，所以它除了是一部很漂亮的鋼琴之外，可以去當它一個藝術品去鑑賞。所以如果以這個價錢去買到這個音色和工藝，性價比是非常之高的。